我们得赶紧走，太君，太君，这边，这边我们好像没有搜查过。走，去那边看看。 你知不知道南城墙在哪儿？城南墙怎么了？去那儿干嘛？哎，你只要把我带到南城墙，我保证给你带出城去。我知道。那你还废什么话呀？赶快走啊！走。啊！哎，那儿还没搜过，给我仔细搜。走。鬼子来了，赶紧跑！哎哎，这边不行。哦。太君，他们往那边跑了。快快快，快一点啊！快，这边，快，往那边跑。这边，快。
快追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快！！你呢？我在这等鬼子，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。你傻呀，一个人怎么打得过那么多小鬼子？要打小鬼子，我们也得把命留着。再说你不是还有活着的兄弟吗？这会儿脑子怎么转过弯来了？我说你怎么这么烦呢？走走走走，赶紧走。这就是城南墙了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在哪儿啊？哎，这儿呢！哎，这是我的办法。哎，快进来！快走！等等，阁下，这两个中国人肯定从这里出去了。德义军，带一队人马从城门口出去，围捕他们。嘿，你们跟我走。我掩护你，赶紧跑！快，冲！你行不行啊？你到底走不走啊？我不走，那一块走。鬼子人太多，我不掩护你的话，快，大家全死在这儿！快走！不行，你还欠我十头猪呢。你到现在还想着猪呢？那猪是我的命。他们在前面给我追！快走！追！是他们拼什么拼？过河再说，走。啊！你们往哪里跑？士兵们，准备受令。你没事吧？你醒醒！